你好啊，我是林小姐。咁今次好有幸要参与康发舒缓头皮启发露同埋舒缓头皮发肌嘅舒麻露。咁其实我个头咧有阵时都发质咧就系中性至干性嘅，有阵时咧就好混合性嘅，咁变咗有啲发尾咧就好干，头皮咧就又比较偏油少少嘅。咁啊，同埋好敏感型啦，有陣時就會好容易痕啦，咁啊，所以都會拗，有陣時有啲紅啊咁樣嘅。咁啊，但係用咗呢個中方法洗頭水同埋精華露之後咧，真係舒緩到個頭皮，咁啊冇咁多紅腫啦，同埋冇咁痕咯，即係唔會拗冇紅，咁啊真係個頭髮健康度咧就增加咗好多，係唔會紅，咁啊冇敏感嘅情況，咁啊都好適合我呢、這個混合法嘅情況咯，咁啊我就覺得用完之後就好信服，咁其實我都好鼓勵，亦都會繼續用，咁亦都鼓勵啲朋友使用咯，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嘗試下使用啦，咁因為真係會幫到個頭皮健康嘅，咁啊減少頭皮同埋紅腫嘅情況啦，亦都唔會咁痕咯，改善頭皮嘅情況㗎，唔該曬。